开车，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2年2月19号，台北站12:48所拍的是 UH7 树林钓鱼场发车，经由休安线回送南港的0203-0204土圆满自强号，在台北站回送16，拜拜。各自再见，拜拜。普悠玛终于在台北站驶离了，再见。